微理财。啊？微理财，你昨天有买吗？昨天有买。昨天大安区，你有去大安区买？我听到大安区，我其实有点酸葡萄。我想说，大安区这么有钱，还要再买？我这两个月每一期都有买，我从他知道他在21的时候我就开始买了，然后我昨天签了生日牌吧，因为我是198511月20，所以我19跟5跟8我都有中。大概这样赚多少钱？1000，1000，对。21开始买到现在大概投入多少？百千万。1-2万吧，回收大概一半左右，60%。干嘛？就是自选的。威力重点在二区，你要对第二区的号码要有点感觉啦。我基本上都是看今年比较常出现的第二区的号码。有啊，我在家我拿好几张单子在那边看这样子。没有，这是一种公益。主持方面蛮好的，我比较在意我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盯着唐老师减肥这件事情。他有在一直说想要，然后一直在说、哦、我怎么又在吃了？我说嗯，可是我来找你的时候不一定要吃这么多，我会再努力的盯他。好，如果那天他来，我就跑完全程。他要跑多少？他至少要跑9K 吧。你干嘛笑？你叫我怎么交代？OK 啊，应该可以了。